今年2023年哦，我认为不只是我们祖国大陆哦再创经济辉煌的开始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台胞，尤其是台湾人，都要有一个自觉性。两岸统一一定是一个定律、定理，是不可磨灭的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台湾人要有一个自觉性，不可逃避，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在追求两岸统一的进程上，我们虽然有困难，但是每一个台胞，大家要有一份尽一己之力的责任跟义务。大家，我认为在今年这是一个首要的任务。从2014年以来，从零开始到现在，我认为我回到祖国非常安全、安心，而且很安定，让我的产业一直可以延续、可以发展。所以哦，我认为台湾人不能再迟疑，